好，嗯，出。啊？你一会儿等我一下，其他人下班了。好。下班了，走走走。毛哥在哪儿啊？1.5楼，顾名思义，介于1楼与2楼之间，就像我游泳鱼在摇我的豆芽之间。哎呦，众所周知，这俩人啊都喜欢我。我去，你毛俗称海王，王八住库房吗？隐秘而浪漫，精心布置，就一点不好啊。啥呀？这个门吧，这门只能从外面拉开。你不早说呀，毛哥，你别这么看我。哎呀，你可算来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讲，我知道。你可算来了，你现在是非常的尴尬。啊，对。哎，毛哥，这公司还有其他人吗？这个门只能从外边来。Later， 毛哥，你干啥呀？不是的，哎，行，咱玩点啥吧？啊，行，真心话大冒险，赚着钱谁先问？哎，我先问，陈总监有喜欢的人？我应该算吧。豆芽，你呢？我以前有吃醋，老公你呢？我不是，到多少问男的？问你呢？男的？啊，完了。啊？他啥时候能出去？不知道。哎呦我，大叔，过年呢啊！哎，麦子，可麦子，麦子。